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。上一期给大家介绍了外网 UP 喜欢用的武器，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有讲完，这期继续给大家介绍。我去，这套盔甲看上去有点炫酷啊，比原版的盔甲要帅气多了。只不过为啥多了个虚弱效果？骑士难道都是虚弱的吗？摘掉头盔后就恢复正常了。测试一下这套盔甲的实战效果如何？这个盾牌竟然不会掉耐久啊，这个满血直接被一套秒了，可还行，不愧是虚弱的骑士，剑的杀伤力也是出奇的低，这应该是数据包中最拉胯的武器了吧。对付劫掠射的时候也毫无还手之力，如果当不了战士，试着当一个召唤师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数据包中不只有武器，还包含了召唤指令，随便召唤一个东西出来吧。我的去，这是召唤了群啥妖魔鬼怪啊。我去，别看这玩意儿长得很鬼畜，战斗力还真是有两把刷子，跑得非常之快，完全就是一群没有感情的杀手。绝对兽实在过于笨重了，在召唤出来的小怪面前毫无还手之力。但要注意的是，这些小怪似乎是无敌的，并且无论到哪儿都会跟随玩家，似乎还不能用指令清除，还是不要一次性召唤太多。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东西不能说是武器，一副低音炮耳机，戴上后能听到十分震撼的低音，还是挺炫酷的。曲奇饼，这玩意裂开后会造成一定范围的建设伤害，但威力实在是有一些一言难尽了。果然曲奇饼还是应该用来吃，想拿来当武器用的话还是省省吧。幻魔者这种生物大家应该都不陌生，尖牙攻击非常的疼，在这个设计包中，只要玩家带上了这个大到畸形的脑子，就能像幻魔者一样召唤尖牙了，场面还是相当震撼的，杀伤力很高，一会儿功夫铁回来就倒下了。你甚至可以用尖牙来攻击凋零啊，这凋零如果飞起来的话，这些尖牙就咬不到它了，只可惜不能和真幻魔者那样召唤脑鬼。数据包的下载地址我已经放在屏幕上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下载一个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